好，不打扰你们，你们好吗？好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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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转，大家请转下来。哎，小罗没有来呀、啊？来，小罗没有过来。小罗，有，哪里？来了。我本人是新来的，这位是我们的罗主席。因为他在华语方面呢，他讲得不算流利，我要电话代表一下。我们好像就是赖罗富、赖罗一家亲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大胆的来讲几句话。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感到很高兴，能够大家在这一座火山。因为我们这个赖罗富啊，在福建来讲，我们的富啊是没有的，没有富，赖跟罗的好，所以我们跟赖跟罗呢，一直都是福建的很好的，做得很好的，有赖就有罗。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是感到大家能够到这边来参观这个简陋的地方，感到非常的欣慰。当我七年前我当上马六甲一当呢，我是公司的主席的时候，
他们说是年轻有为了，现在我觉得别的中国人有更加年轻有为。我没有见过他，我见过他的前辈了，那时候在苏格兰呀，赖罗夫的时候，我见过他。不过这边的罗斯比较少参加我们赖罗夫的活动啊，就是在必须是在耶加大，也就是那里啊。对不起，我会声音了，这边用的太多。罗斯总会各位讲是罗斯总。猜一个名字，猜一个准。他就是罗志祥。我们的赖武新会长。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的兄弟大哥啊，我叫他大哥了。对对对。我们沙拉越的师傅的兄弟们，你们好。好。福建的好，兄弟好。好。我就比较喜欢看美女的，美女群上我整块床。我出来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罗氏工会。马来西亚罗氏工会应该有差不多，具体的我不知道多少年，差不多40年。Thank you.
去那边。有，昨天我们是先去那边。嗯，我们去了。对呀，所以我们提早两个礼拜，我们就过来啊，弄好好洗好好的，我们拿那个水帮来洗嘛。所以高人说，你们帮我洗晾晾它，一切我是都对的哈 ，OK。早就准备，太辛苦了。啊，没有了，我们是都是在一起的，都没有。啊，都是交代的，这样子。我们开一下它运货，你看这个厂装的嘛。啊，过去。好，谢谢。
坐哪一架啊？那个你坐哪一架来？你坐哪一架？要换机。好，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啊，小弟呢是代表国际旅游商料大澳劳工向马来西亚国事工会，马六甲玉方堂国事工会，师徒玉方堂国事工会，古晋玉方堂国事工会，古晋玉方堂国事工会青年团，一名婚恋玉方堂国事工会。婚殿赖氏引发堂，古晋太公庙，纳履凤凰山八仙庙，林梦法祖庙，以及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表示万分的谢意。那由于大家的配合与支持，才能让这次的活动圆满举行。希望借助这次的活动，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如有招待不周或疏漏的地方，敬请见谅。最后，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及旅程，谢谢。
各位主席、长老、叔叔和伯母、父母、各位同家，来自赖氏的亲友们和各位来寺庙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用餐，这边听小弟晚辈说几句来自心里的话。今晚我很荣幸的在大家台上来分享这三天两夜来自春殿之旅的一些感触。我非常多第一天这旅程是千辛万苦，过了千头山，坐了十几个钟头的车来到这边，来拜祭我们的祖先罗盘社。我更加佩服的是来自西部的亲友们，因为他们之前三个晚上从晚上十点坐车从西部出发，来到古晋，再从古晋来到缅甸，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来自西部的朋友，请站起来吧。对，就是那一股热血，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祖先罗盘社迢迢千里从中国来到南洋，来到这个土地上，现在这个土地上来创立了这个全球的伟业。275年，今天是他的生辰，我们来庆祝他的生日。今晚就是他的生日晚宴，我想起这是多么伟大的。从我从心由衷的佩服。第二，我非常分享的是，这一次缅甸之旅，让我看见体会的不是相信于世俗的精神，也不是我们对祖先的尊重，更加不是大家分工合作，亲爱的台主，而是让我看见了今天因为相亲的眼泪。那一滴眼泪，男儿热血。南西国中心在罗素公会向大家解说，他们是如何从三年建造了一个西部的罗素会所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中心坐在我前面，突然间流下了一滴眼泪，就是那一滴眼泪，深深的打动了我心，然后。我看到他哭了，流了更多的眼泪。是什么能够让这个铁男人、铁汉流下那么深的宝贵的眼泪？现在我看到他好像感受到眼泪了。就是各种辛苦、心血，来为我们罗氏付出、耕耘，所以说。前人祝福，后人乘凉。现在我和晚辈们都如此的享受，舒舒服服的，都是因为祖先们、长辈们的付出。请大家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那位中心就是罗英和中心啊，刘三姐妹们，让我有点难忘。第三年之后。我本身从来都没有感到有些自己心魔，我在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不是姓林，不是姓张，不是姓李，那些大姓，为什么我会姓魔？可是今天我特别感到有幸自己姓魔。龙不是一个大姓，可是姓魔的人不是注重多，而是注重素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一定可以在世界闯出一片天。晚辈，借此机会，刚刚经过主方中午写了一首诗，我也想借着诗来结束我的诗词。小你还要吗？川川细流流大海，罗氏千千万万子孙。在各地大放异彩，
共产这个。对